挑战在转盘上，从100款能叫得上名字的纸飞机中随机挑选一架来折。这次选中的是和平号喷气机，科学家的试验飞机，飞行指数2颗星，外形指数4颗星，折叠指数3颗星。机身流线型的外形设计让它看起来像一架真正的喷气式飞机，纸质的材料使其轻盈而灵活，可以在空中飞行时展现出优异的稳定性和机动性。好多宝宝觉得视频教程太快，跟不上学不会。这本纸飞机书里有详细的步骤折法，以及如何让纸飞机飞得更远的方法，同时附带了很多好看的折纸材料，赶快点击视频下方小黄车抢购吧。